你看看。受不了了！上回买那两个新东西吗？不稀奇。这怎么卖的这个碗？这个。150。不接碗老了，包了，怎么着也包了啊？嗯。不接吧。我再给一包了。看一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看看这盘子，这盘子卖的这个1500，1500，这倒霉这二十。1500，这乾隆本朝的这个。这个呢？这个600。600。什么？关的？哎，这个壶怎么做的？这个壶怎么卖的？那个800。800。看看啊！我看，800块，挺漂亮啊。这还不够我嘞。560，是啊，一对260，给多少钱？民国的，那玩意儿是大的。把那猪转车发了，给多少钱？八百，贵点儿。八十吧。怎么乘以哟？100。好熟悉。不要比财主的这个钱。哎呀，不是好钱，咱就算。大刀，我给刘总理，别的没想法了。你别演，这样。